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这么多天，你就忍心看我在外面被人欺负，还不让我回学了？又遇到什么关卡了？别提了，昨天误踩了隐藏 BOSS 副本，莫名其妙被削了一层血皮，还被削了一罐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心累。隐藏 BOSS， 谁啊？一言难尽，就一难搞的中年妇女。宝贝，你这衣服买的是不是有点大呀？你看这袖子这么长，你看这……啊，那个……你居然背着我，有别的女人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你跟那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他……你说什么说？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季思琪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你要包养不会找我，找个年龄那么大的都可以当你妈了。他就是啊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。儿子，你们俩交换一下位置。啊？交换位置。唉，这么看着就舒服多了。不是那个，妈。小孩子别插嘴。公开。说什么？要不就是你恋而不得，然后转向他人求安慰。至于你哥嘛，不是截胡呢，就是中途捡漏，要不然他那样的性格，谁会喜欢他？儿子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坐下。我觉得呀，还是你们两个在一起比较合适。说够了吧？妈，你乱点鸳鸯谱也有个限度吧？就是啊，乱凑什么队啊？你看看你们俩说话都那么神同步，真的不考虑在一起？你们觉得呢？不觉得。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，真的是其他的人看得比较清楚。你们俩在一起怎么合适呢？还有你，你真的了解你身边的那个女孩吗？还是你只想找个替代品啊？裴总，我知道你对我印象不好，但对思琪，我是认真的。